《苍兰诀》昨晚播出大结局，主演王鹤棣发布小作文，他直言作为演员能够参演《苍兰诀》是自己的荣幸，遇到东方青苍是我的救赎，写给东方青苍，愿你平安喜乐，有朋友，有兄弟，有忠诚，有仁爱，再也不会孤单。此外透露自己每天都会追剧，笑称停更的时候也有像绝症一样期待，爱是永不熄灭的焰火。